我叫曹石凤，是一个靠悬赏为生的人。悬赏奖金高手，遇上乌龙案件，没钱你学什么傻？这是一个悬赏的世界，人人都有一个家。这个世界上不是个个都像你这样见钱眼开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金钱与人情，有理说不清的爆笑冒险。你知道现在的区别是什么吗？就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止只有钱，而你不知道。悬红，敬天映画，欢乐上映。